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。人的一生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那些患上绝症的朋友内心是十分挣扎的，既渴望着生存，又忍受不了疾病带来的痛苦。有些人实在是经受不住折磨，就会选择自杀，但是自杀也是一种很痛苦的过程，就有人会选择安乐死。在国外，有人设计了一款安乐死胶囊，是全球首款安乐死机器，只要一分钟就可以不带痛苦上天堂。这个发明一出，受到了外界的各种争议。这款机器由著名的安乐死倡导者菲利普尼奇克博士设计出来的，它的全身平滑，设计豪华，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太空舱的胶囊，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而成的。体验用户只需要躺在里面，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能轻松无痛的死亡。这款机器主要是通过释放密封的液态氮，逐渐的降低氧气含量，人在一分钟就会昏迷。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太空舱里思考自己的一生，如果你后悔了，一定要记得在昏迷之前按下暂停键，这样就可以活了。使用者选择安乐死之前还需要进行精神健康评测，得到一个24小时之内有效的密码，只有本人输入密码并且确认之后，死亡程序才会启动。这个太空舱还可以当棺材使用，使用者可以在里面安详的永远的睡过去。你们支持这款安乐死机器上市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